了，佫一个经47.5啊，即说为啥啦？佛讲啊 ，because if one were to say of anything a heap of the unwholesome, it is about the five hindrances that one could rightly say this。了，佫落来佛讲 ，if because one were to say of anything a heap of the wholesome, it is about the four satipatthana that one could rightly say this。佫即经个意思啊，就是讲啊，佛讲啊，汝若是讲啦，一项物件。第一无好个啦，你会讲啊，就是一个五瓜，这个五瓜一看咱个心啊，那个乌个目镜看咱个目睭，那是乌个目镜看咱个目睭啊，那看无清楚个啊。不像个那款，这个五瓜看咱啊，咱无地位。佛讲啊，一个人无地位啊，就是因为这个五瓜；然后一个人大地位，就是因为这个五瓜无去了。这个。五瓜伊害着咱啊，真正是真正达达日本害着咱啊，因为咱无这个地位啊，咱做物件无清楚啦，啊，了决定无清楚，啊，所以因为咱无清楚，有的是咱害着别人，害着别个众生，啊，应该做嘢咱就无做，无应该做嘢咱就去做。啊，那传咱落去这个苦的多啊，本是因为这个啦，这个五瓜啦啊，所以你看这人啊，伊人的款那个金秀的啊，你看伊人身地真正大，玉慧真正大啊，这个是啥物？这个嘛是五瓜，对啊啊啊，特别这人大智慧啊，你看伊心啊真正清楚的啊，伊玉慧无咧动的，身地本无咧动的，看伊五瓜无咧动啊啊。所以佛就讲啊，阿弟啊，佛讲啊，若是讲来讲啥物，第一好个物件，就是这个四个萨提巴达那。所以这个四个萨提巴达那，头先咱讲啊，汝若是修着个路啊，伊的抓汝谈着善，了汝若是谈着善个时啊，伊自然啊，这个五瓜灭去啊，啊，这个经有讲啊，这个经讲个是中部啊，68个经啦，啊，这。中破68已经啊，又讲啦，这个人那是讲，伊阿未谈到这个善呐，这个五瓜佮空结一心啦。特别伊那是谈到这个善了啊，这个五瓜未空结一心了啦啊。